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朋友们，也欢迎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按一个赞。然后我们也常常有在拍一个东西叫做地球日志，就是平常会把我们的一些有趣的生活，然后或者是我们去很多地方演出，包括像今天我们都会把它录在我们的这个东西里面，然后就会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。它没电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对，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是透过这首歌认识我们的，这首歌叫做被你遗忘的森林。然后呢，最近他有我们帮他拍了一个 MV 嘛，那 MV 就是在想说可能是某一个你心底很久的那一个自己，你以为已经遗落他了，或是某一段很美好的回忆，但他总是会在莫名的时刻翻山越岭的前来找你，然后找到你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你心里都剩下美好的那个部分了，就很像一座很巨大优美的森林，也许你不一定会想要出来。这首歌叫被你遗忘的森林，谢谢。灯火
谢。接下来要送给大家是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最后一首歌，那这首歌叫做《再见》。